Hello，大家好，我是纸陶老货的老货哥，今天呢来到了德州啊，领大家呢转一转咱们德州的古玩市场啊，看一看啊。早起几点来的？早晨5点多，高速封了吧？没有。没有，我们那会儿有的。来，我们看一看啊。还有个泡泡了。鱼盘。卖点小麦，这个呢，一些小青花盘都是一些小标本器。这面的小盘子，那个小盘子怎么卖的？450。450啊。我没有这玩意儿，就是个小杯儿。啊，有个小开皮了啊。450，450块。要是完整的就好了，这种挺漂亮的花色。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摊位上啊，这个摊位上有一个小杯子啊，一个缠枝的一个小杯子啊，底下呢是一个盘掌款啊，这个怎么卖啊？这个1500，一对儿一个，一对儿啊，1500一对儿，那对小杯子呢也是。一对仿品啊，老板离我太近啊，一直瞅着我也不敢说的。这单釉面非常的亮啊，看它那个青花料就发色就很不自然。我们再看这有一个过墙龙啊，过墙龙的一个大碗，有个摇裂了啊，这是过墙龙，我们再看看这怎么卖啊？是吧？那2000。2000啊。我看开底，2000块啊，2000块。但是呢，东西呢，它不真。那个青花很漂浮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真品的这个青花啊，这是老的了啊。我们看这个摊子哈，小盘儿，这小盘儿怎么卖啊？这个？1200啊，1200块。看一下这个龙纹的这么一个胆瓶啊，玲珑盘线。这个胆瓶呢也不是老的，也是一个新仿的。Hello， 大家好啊，老货哥呢，今天呢跟大家呢一块来会上分享几件器物啊。咱们首先看啊，老货哥给大家先会上几个学习的这个器物吧哈，东西还不错啊，就是没有冲线啊，基本呢是完整的啊，基本属于全品，但是不属于全美品啊。我们首先看这个小盘子啊，这个盘子大家都之前见过啊，我们管这个叫做太阳花盘啊，或者叫做缠枝花卉盘啊，有的人呢会管它叫做缠枝莲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其实呢就是一个缠枝啊，一个缠枝花卉的这么一个盘子啊。这个盘子呢它的时代呢就是清中到清晚啊，包老到清晚是没问题啊，应该是属于道光或咸丰啊这个时期的啊，这个看咸丰是没问题的啊。底下会有一个款，这个款呢是草基款，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直径呢14点多啊，它呢基本上呢是属于全品啊，这是没挂上釉，这不是颗啊，没有挂上釉子啊。这个呢有小一咬，非常小的小一咬，基本上就看不见啊，这是没挂上釉啊，也不是毛病啊。这呢底下啊也是胚胎里带的啊。东西呢是一个开门大佬的东西。什么叫开门大佬？这种东西就是开门大佬啊，一眼老的老货啊。价格呢也比较实惠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这个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会上价格，就拿壶当壶承啊，是非常不错的啊。青花的发色呢非常的蓝艳啊，这个价格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放一个漏的价格啊，挣不了10块20块的，还给大家包个邮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件啊，第二件呢，这是一个外撇的撇口的这么一个青花碗啊。这个碗的造型呢比较优美啊，非常适宜我们喝茶啊，我们可以喝，品尝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东西呢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基本全品啊，就是有一个，这是窑里带的啊，这是挂着釉的，那不是问题啊。就是后天形成的，给大家找一下啊。后天形成的在这个位置啊，在它的背沿这儿啊，这有一个小飞科啊，这个呢没有处理啊，也没必要处理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开门大佬的东西啊，非常的这个开门啊，胎底呢非常的干老，而且呢底下会有一个款式叫原力啊，这个原力款呢老辉哥倒是没有查啊，这个呢有时间呢大家呢可以去查一下，因为东西呢毕竟不贵啊，就是属于一个会让给大家的一个玩的一个开门大佬的东西。东西呢是属于一个清中啊，没问题的啊，就是这个卖家跟我说是清早到清中，其实老辉哥呢还看清中啊，包老到清晚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啊，这个胎包括这个青花啊，挂的纹饰呢也是一个缠枝牡丹的这么一个纹饰啊，东西呢还是不错的啊，喝茶呢包括我们这个白赏的学习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属于基本上啊算是一个基本全品啊，就是有一个那么后天形成的这个
问题点啊。我们量一下口径呢，基本上接近了11厘米啊，然后呢咱们高度呢是5.2啊，造型呢比较优美啊，画呢也是开门大佬啊。不过现在如果需要呢就是218块钱啊，给大家报个优啊。啊，这个呢也是因为基本上就不挣钱的东西，就是给大家一个会让玩的啊，学习的一件器物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有空呢可以去查一查这个原理这个款啊。那我们第三件呢，给大家上一个冰梅吧，这个也不用具体过多的介绍啊。冰梅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西呢是以康熙的啊为最贵啊，然后呢我们光绪的也是非常的美啊。这个呢冰梅呢就是一个光绪时期的啊，发色呢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蓝艳啊，而且呢这个梅花呢画的是非常的舒展啊。我们看一下啊，冰梅呢都是平涂的啊，我们光绪时期啊。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胎底啊。胎呢是十分的干老啊，包括我们这个火石红啊也是比较明显的，给大家聚一下焦啊。这个其实实物呢要比老胡哥，要比我这个相机拍出来要明显一些啊，包括这个修胎方式啊，东西呢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啊。然后呢品相呢也是属于一个全美品啊，特别是罐身啊，罐身呢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出现啊。其实盖子呢也是一个全品嘛啊，因为它窑里啊带上这么一个啊小窑扳啊，基本上也不影响什么啊。难得呢还有一个盖子啊，我们量一下它的高度呢是4.5啊，发色呢非常的漂亮啊，就是确实是啊，这个发色呢非常的漂亮，而且梅花画的非常舒展，底呢非常的开门啊，非常的润又光啊。不用过多介绍啊，恭喜一个冰梅罐带盖的就请过去了。其实老哥呢完全呢不用送这个盖子啊，就这一个冰梅的这么一个罐身呢，就是卖1800也是很轻松的啊。现在国外的这个冰梅价格能够上涨30%到40%啊。那么我们接着看最后一件啊。最后一件器物呢，这个呢确实是比较少啊，比较全品的比较少见啊。这个基本上像这种呢泰式少宝的这种壶呢，都是壶嘴啊要不磕了，要不壶盖没有了，要不壶身有个冲线啊，要不就是壶沿上有磕碰，要不就是耳朵上有问题啊。这个呢是非常难得的，是一个圆提梁啊，这个提梁呢多少有点生锈啊，没有打磨。其实呢大家呢回去呢如果想使用它呢，把它打磨一下啊，这个就可以用了啊。上面呢是生的锈比较多啊，圆提梁没有任何争议啊，而且呢是带着个圆配盖啊，配盖呢也是难得啊，圆配盖啊。完完整整啊，非常合适的一个配件。然后呢它跟别的壶不一样之处呢，我们这壶嘴上会有也会有造型的啊，非常漂亮啊，会有这些小点的这种造型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画片吧，说了这么半天了啊。我们看一般泰式少宝这种题材的东西呢，它都是清晚民国的啊。我们这个是看到什么时期呢，就是看清晚光绪，然后给大家报道的民国啊，没有任何争议。我们看一下胎啊，胎呢是十分的干老，我们看一下啊。其实那个这个胎呢是比较糯的啊，相机美化了一部分啊，底下呢还有一个款式啊，这个款呢应该写大清同治年制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狮子呢画的非常的灵动啊，这两只狮子并不像我们一般的壶啊帽筒啊或者笔筒啊画的比较草一些啊，我们看这个狮子的眼睛啊瞪得非常的大，它的这个牙齿啊，包括它的爪子以及身上的这个鬃毛啊，还有这个大大的这个尾巴啊，画的呢都是非常不错的，保存状态非常完好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耳朵哈、啊，保存状态非常完好，最难保存的就是壶嘴啊，看我们壶嘴下沿一点小飞皮没有啊，那个非常的美啊，东西呢是包老的民国还是没有任何争议，包括我们这壶的盖子啊，非常的美的这么一件啊，就是这儿啊，这内沿啊有一个小嵌皮啊，这个呢是忽略不计吧啊，基本上呢还是属于全美品范围之内的啊，就是比全品还要好一些啊。这个壶呢给大家量一下尺寸，这壶的高度呢是13.6啊，长度呢是16.8啊，壶呢是中规中矩的一把壶啊，难得呢完整啊，后面呢还有一个诗句叫做泰师少宝为荣啊，然后江西甄玉轩啊，这个甄玉轩出品的啊，东西呢是非常美的一件器物啊，而且呢保存完好啊。如果需要的话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泰式少宝题材的东西呢，价格呢市场价格呢也是非常贵的啊，而且呢非常受到大家的追捧啊，像什么帽筒啊啥的都是1.5万、2万、3万的东西啊，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瓶瓶罐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笔筒啊，价格呢都不菲啊，只要是一沾狮子题材的都非常受市场的追捧啊，因为泰式少宝呢它有辈辈当官的寓意啊，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相互辅佐啊，这个旺财旺家在一个旺官运的啊，这种寓意啊，所以说呢东西呢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给大家看这一对帽筒吧啊，这一对帽筒呢之前有一只啊，老胡哥呢给大家介绍过这只啊，后来呢这个今天又淘到这一只啊，感觉呢这两只呢非常的美啊，可以在一起配一下啊，也可以单只卖也可以配一下啊，有需要的就联系老胡哥啊，确实是画的非常的漂亮啊，高度呢略微差那么一丁点啊，看了啊一丁点，其实这底下加一个垫儿，加个小圆垫儿小粘垫儿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东西是非常漂亮的，是全美品的啊，需要呢就联系老胡哥。那么今天老胡哥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呢播到这里了，喜欢老胡哥的视频呢在左下方呢帮老胡哥长按3秒钟给老胡哥一个超级的推荐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一下关注啊，老胡哥的东西都是开门大佬的东西，大家呢放心购买啊，没有比这再开门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也要珍惜这老器物啊，而且呢都是比较完整的啊，比较难得啊，谢谢大家收看。